他是一个天生的舞者，舞仙，非常完美，立德，立德个子。转一圈，踩到八十直接往回收。你看我的后背跟这个腿是整体的。参加了一些电视节目以后，其实有好多机会可以生活在大一些的城市，发达的一些城市，但是我还是特别愿意，特别期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吸收更多的养分，这是我的根，我应该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。把我自己这么多年所学的、所感受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还有自己经历的东西，与家乡的人分享。虽然生活在城市，但是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为一个城市牧人。蒙古族的文化是历史很悠久的，蒙古族的舞蹈也是。承载蒙古族舞蹈，发展蒙古族的舞蹈。我来自巴彦淖尔，鸿雁的故乡。我是李德歌曲。